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毛孩知识。在这里，我们会为你解惑毛孩日常中的大小疑难杂症。边境牧羊犬被公认是世界最聪明的狗狗，它们的智商等同于5到6岁的儿童，不仅能够听懂主人的多种指令，还很会察言观色。只要主人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声音，它们就能够辨别状况。如果发现自己快要被骂了，就会立刻撒娇装无辜，或是自己去旁边罚站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边境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活力满满，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都精力充沛，是运动量非常大的狗狗，尤其超爱玩飞盘，对于有没有完美接到飞盘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坚持，个性很顽固不服输呢。听完今天的介绍，是不是也觉得边境牧羊犬是非常有魅力的狗狗呢？但是养边境牧羊犬是非常需要耐心与长期训练的，边境是很需要大量活动的狗狗，长时间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哦。今天的毛孩知识就到这里，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有任何毛孩的疑难杂症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爱宝，宠物保健专家，关心您家毛宝贝的健康。